因为你三年内转换三个工作，表示你缺乏判断力啊，表示你缺乏持久力啊，然后哎就会觉得你这个人，或是你看不清楚你要的是什么。同样的回来讲延毕，就是说你是不是你自己的时间管理啊、目标管理啊没做好，还有你是不是缺乏面对问题的勇气啊？我觉得最好的训练是在企业。大爱二台今晚10点，今夜说新闻。